这是华为 Mate Pad Pro， 它一点就亮，灵感来了，提笔就记，还能识别你的笔势。想充电，轻轻一吸就行，还想一次看更多？神奇的智慧分屏，一屏二用，超方便。跨屏拖拽，照样轻松搞定。当然，芯片比以往更快了。Hello。偶尔，他也爱和你开点小玩笑。衣服选蓝色。忙不过来，试试用语音添加备注，点一下，文件瞬间美化，甚至还能给手机充电。靠近就分身，把你的手机装进平板里，接上键盘，你就拥有了一台电脑。随手一画也出神入化，没错，这就是华为 Mate Pad Pro。华为 Mate Pad Pro。